这时候要打爆他。走掉了，这边的走掉了，帮我一下转，我要转去哪？左下、右下。刚刚他跑到右下，然后他跑掉了。对啊。这样，然后他应该会发呆。没看到。哇，好多好多螃蟹，都是碎片。到吗？没有。左下没看到左下。哦，是这个中间上面，他应该是从左上出来，然后跑过来。北七哦，哇！你跳上来，哇塞！打眼呢、欸，跳一跳跳上来啊，哇塞！太猛了！而且它的高度刚好是我站的位置，咻、嗯！在上面，那面包蟹哪一堆嘛？他会一直在他的那个碎片偷捡呢、欸，然后全部拿走，超好笑的。那、啊、你捡到又是全部都是碎片，又不见了，进去洞穴了。嗯，我出来了，在这里。要打。这边没有得打。生气了，这时候他突然就变得金兮兮。对啊，二狙要跑啊，所以我们有要追过去。刚问的是说我们就继续干回，什么叫继续？我也问啦、啊，又不理我啦、啊。level 也很快的。他四八四也正在打，所以他也没办法那。打吧，嗯，我们就是打不完呢、啊，打不完，好爽。哦，这打了。这招啊，到！这招一看到我就要收枪了，没收枪我就死。我、嗯、顺便回来补子弹。
看到尾巴就想到天赋了，怎么办？太想吃东西了吧。你还提吃的？啊，你这个聊天是讲的、哦。不是啊，我是说聊天是的，你还提吃的。哎，就知道台主在减肥了，还是提吃的，太过分了。他们说直接打完了。好。可是我们三个人应该也很难打完吧？打不完，我们已经打不完。有输出多少算多少啦。是啊，能打多少算多少。回到来不及。哎呀！哎，一起跳，看他先打谁。他走我啦！哎，我被休息，我被休息，我被休息。哎，我先来。打啥？我操！啊哟喂！我只是在磨刀啊，不要这样。应该举盾的不会躲。前面主你很烦欸。哎呦，又被撵了。你们要攻三个下子干嘛？讲那么难听，是那种人吗？要离去了，速度太慢，正常。嗯，我们的老猎人呢？要不要来吗？老猎人不是在，他不是在玩那个吗？那个经营地下城那个，哦，还好是。哦，靠！哇，留下来了。我回去拿个东西。打小雨，打小雨，打我。在捡足迹的。似乎可以击落，可以啊，那还要走掉两个，走了走了。
又翻了，太晕了。我想打他胸口，他会比较容易那个。就是变成现在这个融化的那个。对啊，他有讲啊。对啊。挡住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嘴炮很无意间的挡住了。嘿，我一把。是可以爆头吗？可以了，可以吧，就爆吧。那应该只是就是大家同时在打的时候，你会收到人家那个破坏奖励一半的那个点数，就是等级会升得更快啦。对啊，有一个秘密进来了啊！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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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刚又中了50，好，感谢。那如果他换下一个地方，我先去这个通话。好，好啊，好，可以回去。不小心就加班了，不会啊，这个爆头了。不打。那个秘密说可以回去了，就不开了。可以回去了。对啊，他说可以回去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欸、那这个挖完吧，他都掉了，黄金呢、啊？他的脑爆了。啊、那他脑袋打完，我等下就滚蛋。撤离！不需要啊！不、哦、倒了。普斯真的有点痛，不行，等一下。不，先回家。喷两次，再撤离。没有没有喷两次，只是要来撞。哦，我撤离了，我走了。我要被前面组打死了。哇！不不，你把我打到火里面去。我要挖，他都挖完了，丢了，没有挖到，是直接怎样从任务中归来就好了，对啊，乐归来，好，好啦，我这边也要关台了，好啦，感谢，我也关台，我去接了，好了，拜拜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我，我们这里才六的。